当促绳碰到细绳，怎样对接才能使对接非常牢固呢？这样的一个接绳机，希望会帮到大家。首先，粗绳折双，细绳在上方，大家请看，从这个环里掏出来，上方顺时针奔后方缠绕，缠绕的圈数根据绳头预留的长短，3周、5周都可以，一直缠到头这位置。大家请看，缠绕的一定圈数之后，绳头拉过来备用，在中间这块掏出细绳，也就是红绳，形成这样的一个绳饵，将绳头位置打一个半扣，塞回这个绳饵中，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折双，拉紧主绳、副绳，同时拉紧的同时，将节点按住，拖拽主绳受力，主绳受力，牢牢抱紧。形成的节点是不缓结不开扣，这样的一个接绳结是非常的实用的，结实耐用。用完绳了，解绳也是非常的巧妙的，拖拽绳头位置，快速解绳。大家请看。